大家好，我是何志云，中国新西兰电影节组委会主席。今年因为新冠疫情，全球的电影行业遭受到重大打击。很高兴看到北京国际电影节能够在这一时刻举办，衷心感谢北影节的同仁们为重振电影行业士气，恢复电影行业信心所付出的努力。我们也愿意与北京国际电影节携手，为全球电影人提供更多的帮助。虽然不能亲临现场，但是我对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充满了期待。在此祝愿北京国际电影节十周年生日快乐，预祝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。